世愿受菩萨行，欲求成就佛果，是以勤加精进，无有消息。海大求法不朽苦命，精勤六道行因，恐避不轻，勤求佛道，助因本殊。前面已经一直解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生生世世，就是啊，勤精进啊，记忆都是在生生世世无老实行菩萨道，这就是释迦佛大觉者，所以的成就呢，就是目蒙初心，最早最早那念心啊，生生世世呢，无去回老失去，不管是什么款的环境，他都是誓愿修菩萨行。无老实啊！咱凡夫呢，今生啊，已经不知前生的代志，但是释迦佛伊的生生世世，拢无去回老失去，记忆啊，有。心，所以目蒙初心，唔捌去回未记哩初发心迄个时代，顶点讲十六王子的时代，发愿持《法华经》，求大乘法，一直一直。无量劫来，就是同款呐。誓愿修菩萨行，所以欲求成就佛果，敢若一念心，一念心，敢若为着欲求成就佛果啦，其他。无所求，这是心愿啊。所以，是以勤加精进，无有消害待，就是安尼，尽心用心，一直勤，搁再加倍，一生。比一生更加用心，真的，这是求佛法啦。无管是伫什么款的环境，顺或者是逆呢，是乐或者是恶呢，不管是什么款的因缘呐，无不都是增加。道心呐，目的只是为着成就佛果，这勤加精进呐，无有一点点嘛的懈怠，不管是什么款的环境，他就是这么正用心。精进求法啦，
不朽苦命啊，辛苦生命总是有自然的法则，慧命是无限量者。这回我出门，甘就是啊，一直听到大家人听法有入心啦，了解生命甲慧命的意义。大家人已经了解啊，唔通干那过小生命，就照靠海带啊，还是呢？连老菩萨啊，都会知影讲，生命啊，总是生死一条路啦。啊，这都是。自然的啦，安怎甲笑，安怎甲顾骂是安尼啦。虽然啦，也有的是带着鼻胃管，同款呢，逐天也是来环保站嘛，做甲真欢喜，伊就讲啊。哎呀，同款是病啦，啊病都病啊，规天伫厝内底呢，真无聊，家己一个，愈想病愈重啦，愈无代志做呢，烦恼愈多啦，哎，不如啦，就来去环保站，有讲有笑。时间无空过啊，同款啊，也是伫咧做工课，加加减减啦，分类啊，啊所得到的是家己啦，做的毋是真济啦，啊但是呢，得到的是家己啦，有伴啊，有话讲啊。啊、有听到笑声、啊，有听到呢，伫咧好说话的声，这转一个念嘛，看会开，一世人的时间就是安尼过，哪怕是有病痛，更搁在用生命。换回命，都亲像红医师。虽然两阿婆拢是医生，啊，这两阿婆医生呢，只要逐天诊所门开啦，啊，患者真多啊，这敢毋就是会当逐天开门就会当赚钱呢？不过伊感觉做志工啊，投入仁义会啊，上山去关怀，到乡下去义诊，一顶顶下苦啊，偌年真多呢，年纪比伊大，家庭呢？困难有战争，那有贫困，无法度好出来看病，伊感觉伊行未出来，我会当行入去，我会当看真济人，我会当互伊药啊，我会当。了解伊的身体状况啊，即抚慰伊，那么疼惜伊，伊感觉讲吼，比较起来呢，坐伫伊的诊所用钱来换看病啦，不如出去
付出一万好人，去到迄个所在去听小人，感觉呢，这足欢喜的啊！不管是伫国内，或者是呢，听到国外啦，需要救灾、义诊，伊足欢喜的。这边出去啦，半个月、一个月，或者是呢，归处来来回回，啊，感觉起来不如诊所门关起来呢，心无挂碍啦，会当专心呢，自由啊，上山下乡啊。或者是时时去下苦练，去付出。伊讲，将性命一旦换回命，唔只是一个人得，甲诊所拢收起来呢。诊所改变成了道场，后每一天啊。来听话的人啊，百外人会当容纳到两百外人，这种欢喜啦。这虽然不是金钱的收入，但是呢，看到这多人啊，动员众生啊，体解大道。看到这么多人啦，也来听话啦，这有法共同分享啊，慧命呢共同增长啊，大家人互相读智慧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在读书。我未了解，我听伊讲伊的心得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了解啦。亲像安尼互相鞭策，互相勉励啊，这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，欢喜啦，也期待。会当统领大众，有一个道场，予大家人自由进出啦，予人人呢，会当接受了佛法，了解呢，生命的价值观，爱安怎去付出，为苦难人啊，安尼，社会会当正中了。爱心参加，甲人心净化，这个机会，伊欢喜，比赚钱搁较欢喜啦。亲像安尼呢，会求法啦。他无少时间，无少辛苦，用伊的身躯。安尼付出，尤其是无想要趁钱，过去已经有存啊，现在呢来付出啦，生活简单，囝拢已经有成就啦，啊，转一个念头呢，世间财呀，就是。用在世间，所学来传承呢，则妙法啦，成为妙人医，亲像安尼，甘就是精群行六道行因呢，唔止干那事下，是身体力行哦。安尼伫咧做，
安尼伫咧付出，好时阵呐，这要付出嘛，无遐简单啊，困难重重啊，人甲人的中间呐，安怎做呢？嘛无一定啊，人拢是真满足，但是不惜世界忍辱精进。禅定智慧，无不多谢。在阿弥的付出中啊，这精进啊，就是阿弥在人群中付出，在家己心灵中呢，心地保险精进，这不就是在人间？咱现在人人拢做得到吗？大家人应该做得到，不惜生命，嘛无一定到甲讲，亲像佛陀挑木吹落，识时人啊，不至于甲安尼的程度。但是呢，就是用身体力行去付出，这应该人人拢做得到啊，甚至。即嘛嘛会定定听到，有个人愿意关心去救人，肝配对那下下，迄愿意捐肝去救人啊，是毋是伊个亲人呢？无一定，即嘛真多。老爸管好囝，老母管好囝，或者是囝管好老爸，查某囝管好老爸。哇，现在科技发达啦，这些佛陀的时代呢，的智慧啊，挑木吹落识时人呐、啊，这现在的时代就是。有人缺欠啦，要布施嘛无困难啦、啊，病院呢会照顾甲好势好势，这身躯忍受一时会疼，但是安尼都会当去救人啊！即卖现在，敢毋就是安尼呢？尤其是骨髓。观景，看到常常在咧相见欢呐，将家己的身躯内底抽出部分呐、啊，做会的脆，这起码有周边血，就是迄个干细胞啊，将血内底安尼过滤个抽出来。就会当去救人，去做做会的功能。佛陀呢的智慧啊，何其不可思议！在迄个时代，他竟然呢会当他讲出了挑木吹落识时人呐。虽然现在的科学也未到甲讲哦，那这。头会当去移植吼，也未到甲安尼啦。但是呢，伫国外有一个国家会当甲面的移植啦，成功啦。医学已经进步到安尼的程度，不是只要有心啦，都可以不是。其实，求法不受苦命，这无困难啦。只要咱无受卡手去付出，只要咱会当坚持生命、甲慧命这两项，把握时间，那无受卡手去付出，这拢总是的。不朽苦命的内底，连老人家
有安尼破病，家己一个太寂寞啦，出来去外面有讲有笑，不管到底什么讲啦，他还是同款，还阁会当付出啦。这不朽生命，嘛是安尼伫咧做啊！伊欢喜，伊快乐，伊甘愿呐。所以这种精勤六道行因，真无简单，唔是无可能，原来是赶快做会到。所以佛陀会讲出了真侪伊的过去成长的故事啦。在《本圣经》内底真侪啊，莫非就是要劝导咱爱勤精进，恐惊咱不勤精进？因为呢，佛陀咱前面讲过去啊，已经为弟子受记啊啦，惊已经受记了的人有。以为讲我呢受记，我反正我是将来的生活啦，就开始呢，都安尼松懈掉，还带去啦。所以佛陀恐避不肯勤求佛陀，所以就自印啦，文殊家己在述说因说。过去生，迄个本生所经过的事故，吼，予大家人了解啦。这就是啊，以修道行者言之顺业言呐，正常。这种修行的人，不管是什么款的因缘呐，修行的人啊，就是的顺缘、逆缘呐，拢总呢是正常缘，增加咱修行呐的决心，增加咱修行啊一个的历练。甲咱磨练呐，真呢，拢总是正常缘，不管是用两个来甲咱游戏啦，财色名色啦，来甲咱游戏，咱的心嘛真定啊，或者是呢用真强烈啦，这种的业。一言来加注在咱的心灵，咱也是爱心真坚固啊！这呢，就是是为修学佛道者之业善友，以哪怕呢是业善缘，都是拢总是。好朋友啦，就是来成就咱的道业啦。不管伊用什么款的方法，无不都是要成就咱的道业。所以，尤其是违逆的恶言，真呢，甲咱相知啦，咱都爱逆来顺受啊，真呢。这是善，虽然是恶啦，用种种方法啊来压迫啦，等等，咱也认为应该做的呢，都、就是不惜一切去给完成。
啊，逆来啊，咱就是顺受啦。这嘛是咱的先知性呢，予咱赐咱的力量啊。所以讲叫做拔河，是对方要赢，还是咱要赢？要甲咱扭过去呢？咱家己要有这个力量，不只是无扭过去，咱还搁甲扭过来。这有对方，才当头试探出咱的力，咱的力量到底是啥物？所以呢，逆善诱，咱既然要学佛啦。逆来顺受嘛，个当作呢是善诱啊，由于为业恶缘相聚啦，顺受即善，不管安怎个缘呐，那顺意吼，安尼会当忍受即个的力量，那完了忍会落去。是果是业正常缘，这叫做业的正常缘，不是顺的，是业的，所以也是称为先知性吼，这嘛是叫做先知性啦。咱若甲伊先解包容啦，那安尼呢，还阁有啥物？会当甲咱对立呢，所以咱来感恩呐、啊，善解都有感恩，善解都会当包容啊，就亲像讲，释为国王啊，人中极尊，现在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呢，也是做过了国王。是人中的极尊。不朽生命啊，那为了救化去做奴才啦，这为着要求法啦，先人要求，你都爱来做我的奴才，啊，我讲法给你听，亲像安尼，伊嘛会当忍受啊，所以亲像安尼的人是性中带地啦，最易教育，亲像安尼是上好教的啦。都才讲过去呀，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，不管遇到什么环境啊，就是求法的道心是有增无减，是不管什么款的环境，所以这就是性中带地最易教育，不管什么环境啊，为智以金的圣菩提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到现在释迦佛的时代，那现上修行啊，以天地合之为一，大觉悟啦，天地下呢，事物啊，无一不通，无一不达啦。通达无碍，吼，这就是表现出了这个圆中之人。伊是一个国王，凡事呢，无有虾米款的做未到啊。但是先人呐、啊，要讲法好听，一个条件，你爱来伺候我。我想要安怎做，你都袂当违背我的命令，我的指导，我所要爱，你一定呢，爱辅助我。
亲像这种呢，伊本来是王，但是呢，叫伊转一个心呐、啊，成为呢，这救法的萝卜啦，这敢是困难呢？所以这就是要让咱知影讲，都是安尼的困难，伊也做会到，为着救法啦。也若无这个条件，什么人愿意呢？尤其是人中之王啊，是极尊贵的人啊，这为着要求法，愿意呢去做人的奴仆，这款的条件，啥人做会到？唯有佛重视法，所以第一。本圣经的内底就是安尼，这上帝的圣人做会到啦。所以前面的经文安尼讲，以道结中上族国王发愿求以无上菩提心不退转，为欲观照六。菩萝蜜就是跟他为着要满足六菩萝蜜，六菩萝蜜的道理不是不知，就是要找机会呢去体会，去身体力行去做出来，不是跟他知就好啦，这些道理都知，就是呢要有机会去做，就亲像说长早会时啊，蔡执行长伫咧讲台南运动会啦，看到校长呢，唔是徛伫司令台伫咧发号令诶，他是落去甲学生啊、老师啊，同齐比赛，同齐伫迄个所在，安尼运动是。同齐啦，安尼落去运动场的内底，同款呐，唔是徛伫司令台呢，啊，发号施令唔是，他就是安尼，甲大家人同输啦，来底下比赛，就是安尼，同款的道理，所以下面这段文呐，佮安尼讲。勤行布施，心无吝惜，筹码七点呐，国行车主，奴婢仆从，跳木吹诺，身弱手弱，不朽苦命。他身为国，为着要行。布施的行啊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不管是生活或是穷马七丁国行车主，都可以想奴婢仆从，这种都是我在啊，拢总可以想啊，跳木吹诺啊。身弱手弱，这都无少，这是内在，是伊的身躯所有，他也不少苦命，也是愿意付出啊。所以为着呢，就是满足六波罗蜜。叫做贪多布施啦，叫做贪多吼，六多嘛，六多呢，
布施就是贪，就是布施来度众生，愿意付出。其实付出呢，是度家己啦，用布施的方法啦，从此眼呢，爱到彼眼去，啊，转凡夫呢，为觉者看得开，伊才有法度呢，愿意舍出了一切的财物，舍出了一切贪欲烦恼，这些贪多，这付出也可以多家己成就别人。那放七支明戒道，七支那就是心三口素。心三就是我们的身躯，杀无淫，口舌呢妄言其语，两舌恶口，这叫做七支。那七支我们要好好顾守着，要不然我们的身躯去作恶啦，损人啊，不利己啊，我们开口动善呢，这两舌恶口妄言其语等等啦，也是损德啊。这咱七支吼，口舌啦，心三合起来是七，所以咱爱勤修心这戒呀，用七戒呢。来保护咱的心口所犯呐，是打骂不报怨，明忍道，就是恶言呐、恶的言呐，来对待咱，咱呢也都爱欣然接受啊，不管用什么款的恶。恶啦，那还是不报，未去以牙还牙啦，还是呢用真顺啦，甘愿啦，接受啊，这呢叫做忍道，用忍来度咱的心，所以叫做打骂不报。就是忍道吼，合忍来度咱的心呐。呀，为事师中明精进道，做代志呢，开始发愿呐。那当着什么环境呢？师中拢无变，哪怕呢？定点劫都无变呐，十六王子啊，求大圣法听佛法经，还是呢？期待到个开始，搁会当悟入佛的地间，开始众生一直到众生会当悟入佛的地间，这种呢，会精进。这激发初心啦，绝对呢无有半途停滞，或者是半途呢误会拢无，所以为事师中明精进道，这就是精进啦。不管什么款的环境来，我激发心，我就是安尼行。
我就是安尼做，为师师长啦，所以善事为明，善定道，咱的心啊，未受外面的环境啊动摇过，保持着咱的定力，未受外面的环境，不管是顺境逆境啦，对咱修道的心啦，求法大乘法的心，拢无有摇动，所以这叫做善思维，那就是善定啦，就是定力，这就是爱好好用心啦。那智慧明不济多，那会当智慧，这些代志，不管是布施，物质的布施，哪怕呢真重要啊，从外面的财物一直到损咱的身体，咱都愿意去付出，从安尼开始，一直到待人接物，咱七支一定爱顾好好，开口动舌待人接物啊，难免就是爱跟人讲话啊，咱爱真小心啊，咱的行动为宜，唔通去犯着杀盗淫等等啊，咱若会当安尼。戒律修好好啦，也未去损伤别人，那也一旦度家己呀，这都是好代志。所以顺逆的境界呢，当总是正常言哦。所以大马不搏，这嘛就是伫咧试咱修行的心力啊。所以咱爱忍。爱都爱做会到，做代志，坚定初发心，对的代志，都爱好好坚定受持呀。也若无坚定受持呢，付出也无求什么呀，何苦呢？受这么多，诶，无明，受这么多诶委屈。为什么啊？只是违法，要安怎做？身体力行啊，不是讲的，不是徛在司令台喊话的，同款要走落去楼关去做，这才是真正修行，这是精进，这心要坚定，这就是禅定啊。不是在那坐着，这样才叫做坐禅。其实禅啊，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啊，语言动静无不是禅啊。禅定呢，这咱坚定心，那会当安呢？这就是智慧啦，有智慧才做会到呢，正面的五道啦。这五行会当度咱家己的心嘛，坚定咱的智慧吼，和咱的智慧更完成。所以七支呢，就是来自咱的内心有贪嗔痴这念头啦，才会去发动了迄个七支。因为贪欲、贪色啊，等等啦，身躯才会去杀盗淫嘛，这就是心的贪念。那心靠意，降为十恶吼。中间呐，迄个正面的七恶呢，叫做七支啦，好吧？这七支。
先生實頭講下言，那叫數啦，就是按呢望眼奇異兩色惡叫，那三個字合起來稱為七字吼，那都是將咱的內心氣，所以六波羅蜜啦，就是行出六法。这应该大家人拢差不多知啦，一旦道理行事出言，这是诸道啊。咱行六波罗蜜呢，行六道行啦，以为咱拢总是为别人做好事，其实是为家己做好事啦，是道家己呀。咱一旦道理行事出言。咱现在凡夫啊，唔知影生死是虾米时阵，无常来时啊，由不得自己呢。人生啊，天灾人祸啦，家己的性命等等啦，真呢，咱拢唔知虾米时阵会发生虾米代志，无人知。这是人生苦之一啦。那么，咱现在应该要好好修行，去除了真多的无明烦恼习念，自然咱的心啊，就会当真清楚稳定。过去一直伫咧讲大圆经地，咱的心境会当彻底清啊。自然呢，咱的记忆不只是今生出世、过去生的无量世啦，记忆也阁是真清楚。啊，咱即马呢，一人就是一直无明啊。现在定人讲吼，啊，即马的时代啊，真烦恼是老人的问题啊，啊，记忆呢？现讲现未记哩啦，这家己的生活呢，啊，都只只食饱呢，未记哩讲吼，我已经有食，就未记哩家己有啉茶、食饭，嘛会未记哩呀？这呢叫做失地症，这你只近的代志，都家己的身体去感受着，都未记哩去呀。这就是凡夫啦。那佛陀呢，也过一当讲过去生啊、无量劫前啊、哦等等啊，天地一法，多一项唔知呀、啊。啊，就是因为有修行，已经呢脱离了生死初缘，已经生死真分明、真清楚啦。度烦恼中流，就是爱护千秋浓。常常提起来跟大家讲，在凡夫的初缘，要到圣人的彼岸去，中间呢，就是这条的大河，无明风一吹啊，浪潮就起啊，所以要度过这个。烦恼中流啦，实在是足无简单吼。但是这六道啦，就是方法，度咱家己的本心，付出于人间呐，度咱家己的心地，和咱的心地稳定啦。这个烦恼中流，唔是伫外面，是咱家己的内心。内心呢？这条烦恼中流，咱会当平静落来，自然呐、啊，咱都
到达涅槃彼岸呐，这《法华经》的内底呢，这视频的内底都这段文呐、啊，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，佛陀就是来人间，就是目的啦，要为诸菩萨来讲说六波罗蜜啦。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的，是伊的一大殊因缘。所以经文内底讲，勤行布施啦，心无吝惜。这是勤行吼，真勤殷勤呐，来行布施，心一点啊都无吝惜，所以六道之中呐，布施为首，叫做贪婆罗蜜啦，就是叫做布施啊，念一切行，果说勤施。真殷勤去付出，无所吝惜，吼、哦、是教世人立行之本呐、啊。这为修菩萨行者，世欲求求佛果，就是立世要求啊，成就佛果啦，是以。勤加精进，因为安尼，咱才都爱勤，爱加行啦，精进啦，无效懈怠，袂用个懈怠的，所以恭敬一切善根吼，所以伊用穷马七丁国行，拢会当布施，这些物件呢，拢叫做外施啦。也就是下外财呢，愿意布施出去。精爱欲念不留恋，就是布施，切做奴婢，这都是内外财。这家己有这个欲念嘛，啊，都是下不出去啊，也是一半是内财。那这个切做奴婢，人爱啊，咱都好人嘛，这算是外财。但是咱的心呢？有爱欲的念头啦，啊，搁伫咧流乱，啊，都下未出去。咱啊，内心啊，甲下出去，这就是叫做内外财的布施啦。所以讲，挑木吹怒，心欲手足，不朽苦命，就是头目顶，这拢叫做。来生命死吼，即将家己的内底生命都愿意布施出去啊！随有求者皆施伊，有人要求啊，都予伊啦。即就是布施，会当将内外财拢总无吝惜吼，无惜都拢总付出。连爱性命啊，性命嘛，何以呀？这心无贪恋呐，无有爱着吼，那自然都付出啦。所以这就是誓愿修菩萨行呐，啊，为着要求成就佛果，所以都安尼勤加精进，这袂用啊懈怠。学佛就是爱学阿弥啦，
爱学的呢？什么拢唔免执着，唔免留恋，愿意付出。但是常常讲吼，啊，身体爱照顾，是啊，身体爱照顾，咱无需要去做无谓的、无路用的浪费。有的人把身体呢浪费啊，无所事事呢，这呢就是糟蹋家己的身体。啊，身体呢会当来做有意义的，亲像遐老菩萨，伊愿意破病啊，啊，我伫内底要创啥嘿？啊，我出去呢会当加减做，啊，我阁趁欢喜。那伊运用伊的生命。还是呢，伫咧付出啊，啊，也有财师，也人也布施，我会当来出来外口自由呢，帮助真侪人，真欢喜，也是布施呀，真呢，爱的力量啊，咱用智慧去分析，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啊。